很多人呢每天挂在 MSN 那个网络上面啊，大家彼此联络事情。那么联络事情的时候，很多人就会去点那个小 icon， 有没有叫做洋葱头的？里面呢一点进去可以表达什么喜怒哀乐各种的情形。所以这个作者啊，一个台湾作者，他在6年前设计出来的时候，哇，爆红一下，受到了欢迎啊。那么2年前打了官司了，因为他这个太受欢迎爆红，所以呢就有一家香港商公司就跟他合作，结果这个香港商公司把这个洋葱头拿去注册了，结果就引起这个作者的不高兴了，就跟法院提出了行政诉讼。出这个问题就出在他们当初签约的时候没有跟人家签仔细啊，所以现在也没有办法拿出证据说他是伪造的，或者他是抄袭我的，你侵害我的著作权。最后呢这个作者被判败诉。上 MSN 的时候，这无辜水汪汪的表情让人看了就开心，聊到高兴的时候或是生气的时候，最后连要下线，还有这可爱的拜拜图案，让不少网友争相下载，表情丰富的洋葱头还红到网络上。大家好，我是葱宝，哎呦，就是洋葱头啦。全盛时期还和电信业者合作推出下载服务，甚至和厂商合作推出手机吊饰当赠品，网络上还有床包枕头套一组卖到1500到2000元。洋葱头又叫做葱宝，2006年由漫画家刘顺龙创造，曾开发商品上百件，年营业额最高达到100万元，和香港商风朵公司合作开发好几年，想不到2年前风朵公司想和刘顺龙换约，从经纪约改为合作模式，想不到被刘顺龙控告抢先注册洋葱头的商标。他自己也认为说那没有关系，那他自己也认为说那商标部分就由公司来做，那著作的部分其实我们还是会依赖他，注册当然是有经过他同意啊。从合作关系到撕破脸，让风朵公司方面很无奈，最后法院认为刘顺龙无法证明当初他签给风朵的同意书是伪造的，也无法提出风朵侵权的证明，最后判刘顺龙败诉。中央新闻台梅兰智台报道。